家好，我是徐思国小新年专门的郭靖，今天我要同大家小解一句客家神奇话：有钱失理想，何必心已丧，退里有钱免有功，从里有量心无妨。再讲一遍：有钱失理想，何必心已丧，退里有钱免有功，从里有量心无妨。有钱就会飘香十里，不用穿新衣服来告诉别人，口袋里有钱脸面就有光，仓库里有粮食心就不会慌。要给下个神奇发一桶来点供，在展现外在的同时也要充实自己的内在，有恰太嘎。